朵娜，发光乳霜粉钻瓶。我今天好好睡了，谢谢。我今天的行程呢，现在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休息。嗨，我们来了。辛苦你了。哎，完全感觉不到清刷拿来有一个这么美丽的民宿，而且它有自带那种有一个香味，对啊，对，香味是木头的味道，精油，好厉害，对，木质调性的精油味道，哇，这下木质调了，我们进房间休息吧，好，大家上楼梯，这高楼哎，这边大露台，什么了什么了，哦，哇塞，而且好温馨哦，啊，哎。哎，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应该先喝一点酒来缓慢一下我们的心情？吗？就是在等你这句，就是等你这句，我们就是要赖在这边喝酒放松。我要准备一下了吧？来，那我邀明月吧。我好不容易，哇，是啊，好不容易到房间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今天的导游，好好。好好，终于可以放松的感觉。这边有了胀气。你刚刚是干掉、哦？你们不是说干杯？啊，我们的意思是 cheers。我们只是一个示意，说哦干杯，很开心。好了，我们有空瓶了。哦，你说转酒瓶？对，转酒瓶啊。啊，喝光的意思是转酒瓶了。对啊，就也是应该很久没有玩那种这种喝酒游戏了。很久。很年轻的感觉，那就由你发起。是因为我们是，我先转了，你先转啊，转吧，你代表七彩霓虹灯。然后等一下第一个问题就让你来问，但是他就转到谁就问谁，说不定他会转到他自己，那就我们三个来问他，然后连续三个问题，对，好渴哦，啊，是不是厉害？这个问题不尖锐，就是说你对于今天我们四个人的在车上的座位的位置，你有没有想要调整？没有哦，我觉得这位置超好的，但是我想问的是，那明天的导游是谁啊？明天是我。哦，明天是你。对。那你有想要改变座位的意思是这样吗？哎，没有，我改变，如果我要改变座位，就是我开车嘛。嗯。而且分担一下他嘛。对对对。今天真的太辛苦。他今天真的太辛苦了。啊，敬你啦。我好觉得好险是遇到你们两位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把你拖下水，都是偏就是比较熟了之后会可能讲话会比较直接不经大，对，如果真的有得罪的话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得罪也没有关系，那就太好了，对，那就太好了，这样有机会有节目效果，对，有节目效果，我想知道区哥有什么。可以不用转就问吗？好啊，我们已经不要转了，我觉得转了好累哦。对啊，你有曾就是有什么事会踩到你的地雷？哦，我想知道。有啊，今天有讲到，他不是说这个这个，可是那个我觉得都是开玩笑的吧？什么？这个我忘记了。拍照蜘蛛啊？啊？要小心一点，不要那个昆虫飞进来。你会怕虫？你会怕蟑螂吗，旭哥？谁不怕啊？我只会怕蜘蛛啊。不要讲，驱个怕虫，没有人不怕蜘蛛的吧？那真拿真的蜘蛛来不会生气？你拿拿看呐，你试一试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如果想试试看，因为他其实不知道，也不是这样。一般正常人不会拿着真的蜘蛛这样，你自己都会害怕了。哎，说得，我跟冯萱姐不怕，对我也不怕。我想说，就是我们难得大家这么有缘分聚在一起，然后要一起完成这五天四夜的旅行。我想要在最后一天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手作交换礼物，就把我们这几天的相处的过程啊，我们拍的照片的点点滴滴，然后做成一个相框，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交换。对，要是你那天是导游的时候，你一二三。我觉得大家太正常，就是不正常一点，好做鬼脸，超丑的，可以吗？完了完了，这个真的不能有包袱。我们没有包袱，我没有在怕的，你们来吧。等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肯定是最丑的。来了，来了，好紧张，感觉会被放很大。一、二、三。大家都好丑哦，好丑。我想，但谁最不丑？
哎，我觉得你赢了，最好。所以你现在我觉得细看之后啊，我觉得最不丑的就是吴念轩。我没办法，我最丑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就是你很帅的，没有你喝，哎哎，直接喝了。这一杯是屈哥的。这杯才是，哎，你不，这瓶才是你的，你不行哦，你，你这样把它没有没有说一口气啦，这样子，好好，你真好人呢，不是真的，你去问他们这样子，没有我没有叫他一口气呀，你们这组是干什么？对，我忘了，等一下我访问，对呀，耶。这个组合对我来讲已经是我意想不到，然后已经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搭配，大家都很可以真诚的面对彼此，然后都没有再给对方一道墙，可以感觉出来我们可以很快的敞开心房。尽管今天第一天的行程这么的紧凑跟如此的考验的状态下，可是大家莫名的还蛮团结跟很愿意互相合作这样，然后可以完成那个任务，所以我其实也蛮惊讶的，然后 我真的很喜欢这次的团队，然后我就觉得很非常舒服。哇，太阳哎，我的天啊，对啊，好好哦，天气真的超好，所以我里面穿了短袖，闷热透。哎呦，然后是不是有备而来？穿了短裤，哎，睡哦。我还穿了夹脚拖，哦，厉害了，哈哈。哎，对，戴夹脚拖是好的，对不对？可能还是会碰到水的，是不是？好险，今天天气好，可以再下水。耶！让你们放心的一点是，今天的所有都是吃吃玩玩。耶、yeah. ！没有体力活。耶、yeah. ！汤姆熊。汤姆熊什么意思？投币的那一种玩的。我们的四万块可以打到爆。其实我们怎么可能去那边？哦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可以好好花了。第一站叫金瓜石公园。哦，金瓜石公园。对。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哎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叫金瓜？金瓜。金瓜不是就是南瓜的意思吗？金龟。对，哎、欸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？哎呦，哦，有知识哦，它就是南瓜的形状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，所以才这样子命名的。了解。其实我也是看《浪荡》才知道。他还是至少有提到。好诚实哦。但美食是一定会有的。这个旅途有时候是很累的，总要有一顿好的，然后也让自己有一个盼头，你懂吗？对啊，然后还可能会去一个大家不知道的一个秘境，号称是台湾之最。我先卖个关子好了。对，跟剧场有点关系，我觉得那个很酷。对啊，那个地方我觉得大家去看一下。哇，这里就好漂亮啊！这个一路应该处处皆美景啊，真的。我们这个金瓜石地质公园开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好像就是来自己家花园，有吗？对，后面家里后面的后花园都你的。对对对，整片都是我的啊，好舒服哦。对啊，哎，今天天气真的刚刚好，真的，又不是说很冷，然后又不会很热，对，行。而且我还围着围巾，说又不会很冷。他说他里面还穿发热衣。是中间的障碍，石敢当之类的吗？哎，是不是这个？什么什么剧场感？BH711，这是一个坐标，坐标吧？这会不会是通关密语？你设给我们的挑战？密室逃脱？不是不是，我完全是看剧中的表情，应该对对对。不是你刚刚说什么剧场？哪里有什么剧场？应该还没到，应该还没到。什么意思啊？那个石阵，外星石阵。外星石是人家取的名字，为什么跟剧场会有关系？就是本来有个剧场是要在那边
做户外演出，然后所以说他弄了很多石头在那边，后来因为某些因素没有办法演出了，但是他那个东西还是留在那边。你太酷了吧？对，外星剧团。嗯，好。哇！哦，真的！哇塞！哇，很棒！缓慢在哪里？缓慢哦，缓慢，缓慢，找不到吧？另一侧吧，找不到吧？是另一边，其中的一栋之类。哇，这里好美哦！哇塞，那很多游艇吧？管家把我的游艇乱开了！我的妈呀！我们快要到剧场了吗？是这里吗？那很快哎！我不知道，其实就聊天就这样子过了。是不是那边？是不是那边？哪里？好亮，看不清楚。哇，这里也太特别了吧！哇哇，好酷哦！是山谷哎！哇塞！对啊，好美哦！感觉一个天然舞台哎，这真的是外星舞台吧？怎么可以建造得出来？哪一个是留下来的、啊？那一群中间呢？我下面这些会不会是那个啊？会不会是座位、啊？我也觉得是座位，观众席。哦，观众席。观众席也被也是放在这边的。我今天要坐这个座位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可以不要挡到吗？我看不到啊。不好意思，这边不能戴帽子，你挡到后面的人。后面没有人。妈，你是买第几排的座位？我是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，我要看清楚演员的脸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我的爆米花嘞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哦，看剧场没？禁止饮食好吗？其实金瓜石对我就是还蛮有意义的，因为我2000年就是千禧年的那个跨年是在金瓜石那个茶壶山那边过的，然后我人生第一部电视剧的长片也是在九份金瓜石拍的。这次旅行的新伙伴一起去那边，然后竟然有我不知道的地方，我没去过的地质公园，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，然后很有意义。今天早上整个有一种能量被打很开的感觉，我觉得非常开心。感觉其实有点震撼，其实蛮宏伟的。想到这个工程也觉得，对啊，蛮不容易的。然后居然这个剧团取消了演出，就我们这剧场人来讲，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怎么那么可惜这样子。他三个，来拜拜。有一个小表演，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希望今天表演顺利。对，祈求对石头，对这里都可以啊。对这里，对，对，谢谢他们，抱持感恩的心。对，抱持感恩的心。我这边真的很酷哎，好酷哎，我第一次来。哎，这样演真的很棒哎，我觉得。天哪，我一直起鸡皮疙瘩哎。为什么？都很有感。哎，既然到了剧场，那是不是来演一下呢？好哎，那怎么演？是大家就是一个人演，然后我们三个人。出题，只有三个人出题。哦，对，谁谁谁，在哪里，然后做什么？好，转鞋子，丢鞋子，看鞋头指到谁就是谁。好啊，好，谁先是？哎，我哎，第一个，好，第一棒。要在上面啊！第一次站在剧场表演，那边可以上去，就是现在了。Action， 请出题。蜘蛛人，蜘蛛人在小耳尖，哈，骂钢铁人，好难哦，哇塞，太难了吧？啊，讲英文吗？好，我正在啊，等着啊，我直接用我的蜘蛛丝把那个莲蓬头弄下来，好，然后开始打开水冲冲冲一冲冲一冲的时候，你怎么进来了？好难啊，谢谢。那我帮你拿着，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演过舞台剧，所以今天算是有一点体验。然后台下有这么多观众，而且大家就是很不吝啬的给掌声，就算我觉得我自己表现的差强人意，但是大家就是鼓励满满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好，请出题。费欧娜。谁呀、啊？他史瑞克的老婆啊！不要跟他解释，不要解释啊！不要解释，看他要怎么演。好，菲欧娜在水帘洞。菲欧娜在水帘洞。
生小孩。哇，我的笑声有洪亮。哎呦喂，你刚刚很真诚。水客，水客，你在哪里？哦哦哦！猴子，走开！猴子，走开！猴子，猴子，我不要走开，过来帮忙，快点，快点！啊哈哈哈！好强啊！突然叫猴子来帮忙，那也真是神来一笔。因为我本来还在想说水帘洞在哪里，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。还是哎，手下留情啊！等一下，我想想看。布莱德比特在水底啊，抠脚皮。要哪一句对白让人家知道你是布莱德比特？哦，好难哦，导演。而且讲话要在水里。就是我自己上去的时候都很别扭，然后无法放松，就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在现场表演给大家看，因为那种感觉跟电视剧表演又拍戏的时候又不一样。你就帅就好了。如果我是我知道，哎，啊，你不是知道了吗？还是他刚刚已经在表演了？哦，已经在表演了。你们不要干扰我表演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的天哪，我不演了。这个蛮布莱德比特的吧？哦，可以。啊，再一次。Take two 哦。Two。我。喂，你哪里找？我布莱德比特啊。这个方式我知道。哎，海龟，你不要乱下蛋。海龟不会在这边下蛋。哎，好了。耶，很厉害。有的有的，继续演吧。接下来是我们的重头戏，季亚。也太抓了吧！好紧张啊，刚上去的时候。好像回到大学时候。我的天啊！樱桃小丸子，他现在在酝酿了，开始了。樱桃小丸子在海边，咖啡瘾发作，好像。妈妈，爷爷，海边好漂亮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想喝咖啡。好好好，我去买，我去买，可是这边买不到。不要喝咖啡，你喝海水好不好？海水太漂亮了，好厉害哦！拜拜，拜拜，小丸子，拜拜。我要去喝咖啡啦。这里没得躲，太厉害！你不羡慕啊？不用谢了啦。那我们上去拍照吗？哎，好，哎，我们妈妈一起，那你们上来啊！我们上去，怎么样？要拍照？还是我们是个把刚刚角色在这边再演一次？我们是第一个在这边表演的团体。哦，所以就串在一起。大熔炉，怎么熔？就复仇者。那你当导演啊？全部串在一起。谁先在海边？在海边。咖啡瘾发作的小丸子遇到在水帘洞生小孩的比欧娜，蜘蛛人来。帮忙解救，把小孩子生出来，生出来，然后布莱德比特在水里面扣脚皮，不以为意的，不以为意的，好适合你的角色。原来布莱德比特在那个水里是水帘洞的水里。哦，开始啊，在干嘛？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该干嘛？该干嘛？快点，快点！咖啡瘾，咖啡瘾。Action！ 哇，爸爸妈妈、爷爷，啊，好漂亮啊！好漂亮啊！呜，有水花。我好想喝咖啡。哦，斯瑞克，斯瑞克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快不行了，快不行了。你谁呀？
我是 Fiona。 Fiona， 你怎么了？我快生了。哦。可是猴子一直来烦我，真的很讨厌。哦，那我可以帮忙吗？啊，你这个小孩子怎么帮啊？哎呦，快不行了！哎呀，救命啊！有人要生小孩了 ！Fiona 要生小孩，蜘蛛人 ，What happened？ 啊，我 Fiona 要生小孩了。好 ，Pregnant。I must be。打开。用力，我知道了，你用你的蜘蛛丝把它吸掉。好聪明啊！来，打开啊！咻咻！好血腥！来，用力呼气！我不来得及，我不知道外面旁边在追小孩啊，好吵啊！好痒！头出来了！不是啊，这个小孩不是我的啦！加油！好，不说了，快点生！切断那个线。娃娃，跟我好像啊！啊，原来是你小孩。对，那天晚上是你啊，对。Oh my god！ 你才知道是，其实是我，不是安吉丽娜·裘丽。太感动了。OK。好，我们表演告一段落了，谢谢大家。自己拍手。谢谢大家。我们什么时候还会有再重演的？再跟大家说嘛。好，没关系。哦，好。谢幕的时候，然后跟观众说说话，团长。啊，感谢各位能够，莅临这个外星石镇啊，这个天然剧场来看我们这一出啊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戏。对，但是还是谢谢大家。即兴喜剧。不管这是什么戏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第一个在这个外星剧场表演的一个团体。我们什么团呢？花甲少年团，谢谢大家。看到大家都这么卖力演出的时候，我在布莱德比特一进，就真的也融入大家。那时候就很像是一个完整的表演，你不能落任何一个拍子，然后大家都很专注在那边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你们就要专心在你们的表演里面那种感觉。曲哥跟琼珍姐一站上台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哇，专业的演员。我看到他们的表演就是甘拜下风，就觉得我还要多花几年的时间好好的练练演技，然后觉得很开心，因为在路程中也会问他们一些就是演戏上面的经验啊跟想法，我就觉得哇，这趟旅程真的认识他们又收获满满。这样大家在没有经过排练，然后还是有一点陌生，然后又有一点尴尬，但又有一点默契，其实蛮有意思的。大元跟念轩好像都有同时感受到一些不同的能量，我觉得其实很棒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德一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哦！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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